欢迎回到 Chinese Zero to Hero。 不管你是刚刚开始学的，还是有一定基础的，我们都可以帮助你提高汉语水平，从 HSK 一级一直到 HSK 六级。从我们的 HSK 六高级汉语课程里，我们选了这个视频放在 YouTube 上面。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你可以点击视频下面的链接来我们的网站上完整的课程。现在我们来看第十课的第二个语法点，我们打开一下我们的课本，翻到第99页，看一下即便的用法。即便，好，这个人他在工作啊，他非常的能干，他非常的有能力啊，工作做得非常的好，是一个很能干的人。可是呢，他好像做错了什么事情啊，他什么事情做得不好，所以我们可以说最能干的人也会出错，对吗？最能干的人也会出错，所以 John 也会出错，对不对？我也会出错。所以我们可以说就算是最能干的人也会出错，就算是最能干的人也会出错。或者像我们在 HSK 4语法 4.1.4 学过的，即使是最能干的人也会出错啊，即使他是最能干的人啊，即使是最能干的人也会出错。即使也就是即便是最能干的人也会出错。所以呢，即便就是即使的意思，就像我们在 HSK 4学过的，还有就算。即使或者即便或者就算是最能干的人也会出错。他最近心情不好，即使有些不讲理，或者即便有些不讲理，你也要原谅他啊。就算他有一些 unreasonable 啊，即使或者即便他有一些 unreasonable， 你也要原谅他。他最近心情不好，即便有些不讲理，你也要原谅他。即便是比较书面的一个词啊，我们在口语中，我们在说话的时候一般用就算或者即使啊，即使。我喜欢那个工作，即便薪水低啊，这个即便和即使看起来很像，所以很容易读错。我喜欢那个工作，即便或者即使或者就算薪水低，我还是要去。Even though the salary is low， 即便薪水低，我还是要去。为什么呢？因为我很喜欢那个工作。食材就是 ingredients， food ingredients。食材经过巧妙烹饪，巧妙的就是非常的聪明的，非常的有技巧的， very skillful， very dexterous， you know， very well done， right？Very, very clever, skilled, 巧妙。食材经过巧妙烹饪，烹饪就是煮，就是做饭的意思啊，就是 cook 啊，烹饪。烹饪 is the more formal way of saying 做饭啊，烹饪。食材经过巧妙烹饪，即便仅为就是仅仅是啊，仅为一餐素食啊，就是。一顿饭，这顿饭里面呢只有菜没有肉啊，就是素食 means vegetarian meal， 一餐素食 a meal of vegetarian food 啊，一餐素食，即便仅为一餐素食，就算只是一顿饭里面没有肉只有菜啊，一顿饭只有菜的饭，也可以让你尽享就是 completely enjoy, thoroughly enjoy, 尽享 享受的享，尽是尽量的尽啊，尽享人间美味。人间就是 in the on the earth or within the human sphere, 人间。人 is people, 间 is like space, right? 人间 is like the human sphere. This is in opposition to the heavenly sphere, where the gods live, you know, in Chinese philosophy. 人间而不是天上啊，人间美味就是 all the delicacies on earth, right? 人间美味 is delicacy. 人间美味 delicacies on earth.
也可以让你尽享人间美味，也可以让你完全的享受我们人类可以品尝到的所有的各种各样的好吃的味道。食材经过巧妙烹饪，即便仅为一餐素食，也可以让你尽享人间美味。好，这就是即便的用法，即便就是即使，就算的意思。